看一下，我已经装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出门，给别人的又多装一点猪肉啊。还有这些笋干是我要拿去酒店里面给那个厨房大佬试一下，看一下适不适合的哦。女儿，装酷。坐车，电动车拿去充电了，所以呢只能坐着推车去，这样的话就不用背着太阳。哇，啊，好看好看好看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们出门了，去了。我在这里等一下。这个是冲功夫茶的。天心，你买你黑豆泡泡。嗰个夹沙，夹沙俾泡泡抌咗落去吓。呢个咧？俾你呢个茶叶你。等先，妈咪卖你呢度。好啊，去洗碗。系，咪去洗碗？你洗碗，去做服务员啦，妈爸爸。啊。去攞酒水嗬。哇！哇！哇！依家我哋广宁依家有啲竹虫啊！哇！$5一斤，唔敢食，高蛋白个头，哎呀，系咁样炸出嚟俾我，我唔敢食。唔系喎，好多人中意食。系好多人中意食啊！嗰个五仁咧？一隻呢種啊，呢只係咪四個㗎？係四個，佢就133二盒，有一隻就155。哦，呢個七星盤幾頭啊？有兩種包裝嘅，有一種嘢種包裝。好，攞張翻嚟睇下。走啦，我哋去寄完快遞先，第日要拉攞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蔡小玉，刚刚拿了一斤的笋干去到酒店那里哦，去跟那个厨房大佬谈了一会，他说今天晚上煮了，然后试了味道再给我答复哦，因为这是我们家自己晒的，如果是别人家的我都懒得去推广了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今年试了可以的话，明年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再做，因为今年的笋干我爸说也差不多没有了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，他说今年的笋干也不是像往年那么多，可能跟天气有关吧。好了，现在我准备开饭了，你看这个是中午煮的，还剩下这么多哦，我不吃饭了，我就吃一点笋干了，一来减肥，二来少吃一点。我女儿已经吃饱了，在床上玩手机。反正一斤笋干也不是很多，就当为自己铺一条路吧，我感觉。哪怕不成，我们还有一个人情在呀，是吧？嗯，够崩脆。我给他看了我煮成这样，他说这样都有食欲吗？
改天我煮一个出来给你看看吧。等他煮出来给我看看，到时候他说，嗯，我有时间的话我就过去吃一个。嗯，就是好脆哦，真的。